我跟你讲，你有讲过迄冠名国的人的代志。30几年前，伊借着要用法术治疗你的毛孢性肝炎，做条件，必须要替你完成你进前肝炎右手，除掉上天疤。这个江中林是真有够可爱，竟然替凯阳的性命来威胁群众。可是群众也无要答应，伊就想要目睭紧紧看凯阳。娃娃去予病痛折磨，最后群众逼不得已才答应。谁人知影，煞打你这只老狐狸的拳头。明明凯阳的身体是勇敢敢那牛嘞，哪会化作就倒？国雄雄去得着什么猛暴性肝炎？迄猛暴性肝炎有可能会引起全身躯的器官衰竭，毛可能会引起败血症嘞，迄死亡率。至少嘛有60%，群众，我看咱是赶紧给他送回去病院，啊，至少遐有医生甲护士啊。就是病医无在了，我唔才会给他送倒转来。只是拄着迄个人，但是病医都无法度啊。那呢，今麦不管有啥物办法，咱都来试看卖啊。规定哦，今麦启用已经去试验啊，稍等就知影。爸，阿姨。哥应该是有救啊！不管是哦，火禽走兽还是人，我拢有法度会当予伊起死回生。我从来都毋捌听过这种代志，谁唔知迄是法术还是魔术？我无可能替阮囝的性命去搏。人对超过家己认知的事物。怀疑那是真正常的代志，那是死的畜鸟啊无够，你会当加抓几只动物来好试验。只是恁大汉后生姜开阳，唔知有时间等。爸，我无想要死。爸爸绝对袂让你死。那呢？就照我的条件，就照进前姜开阳教我的药术，替我把姜天霸除掉，伊就活路啊！不是我不愿意，只是我的弟弟一直在跟我提醒，这件代志实在太过离谱，搁再讲。江天霸的势力，我无想要和江家结冤仇。爸，我知影你的顾虑啦。啊，不过今麦顾判病判到较严重，咱袂当见死不救啦。连你我都这么相信，拢亲目睭看着啊，无道理唔相信啊。是啦，群众，启用伊就这么尊重这个大兄。伊哪有可能在遮滚孙笑啦？而且外口拢嘛知影，咱启阳是一个天才呢，尤其专精医学的部分，未来一定是有前途的。连伊遮尔相信科学的人，拢在遮甲你挂保证，你阁是在怀疑啥物啦？就算讲我无相信迄个人，也毋过我相信咱启阳啊！我真正想要救启阳啦！啊，连我遮做阿母拢讲到安尼，啊，你这亲生爸爸！是搁在丢到什么啦？爸，爱救我，我想要死啊！哎呦，你赶紧走嘞！开油！开油！开油！哥！开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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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爸，请你定去救哥啦！不管咱甲江天霸那边有啥物冤仇。我拢会到达，以我的头壳，你要相信我，爸，我拜托你啦。好，只要开用两张铺起来，我就答应，我要按照你和伊的约束行。
像昨下迄江中林，根本无安着好心，伊做阿爸为着要救我，勉强家己答应江中林开个条件。我被服完以后，我就去找万条反，才容易反背，除掉伊会待喺江顶吧。后来，就换启阳向我破病。伊的病情比我迄阵要搁较严重，变偌久的时间，伊规身躯都完全无知觉啊！这拢爱怪我啦，是我看袂清楚，江中林是一个歹心毒性的小人，搁甲伊讲合作，根本是请鬼拆药单，是我害死启阳，是我害死启阳的啦！太阳，是阿姨诅咒朱张去找泰国的黑巫师来甲启阳看病，唔才发现迄、那个江中林竟然偷偷在对你阿哥启阳进行这么恶毒的法术，咱真正拢叫骗去啊！启阳是遐尼巧的囡仔，又阁是医生。对家己的身体，伊一向嘛足注意的，哪会向向去得到这种这么严重的镜头？连医生都无在调伊啊！爸，你别艰苦啊啦，我已经在想办法去美国找一个权威的。找医生够好，你唔就应该去找一个为台湾来，佮伊用法术的人唔才对。伊既然我都用法术救你。伊即马同款，我都爱用法术救你小弟才对啊！以前拢是迄个人找我，我连是啥我都唔知，根本都无得找啊！啊！你找人合作，竟然连对方的底细你都唔知，你就是安尼啦！臭命个性，扑扑跳扑扑跳，做代志从来阁不要用头壳。香水，你哪个阿赞在请来？虽然迄当阵我相信起死回生的法术，但不过后来我想想的，为台湾来迄个导师，伊完全拢无爱让咱看到伊的真面目，这敢会有啥物奇怪的所在呢？管他有啥物奇怪啦，上好伊即马即时出现啦。你看，开阳的病情医好，计照片照镜了后，啊，后来就换启阳倒落去啊，这么少年着。平常时嘛真注重身体，嘛罕咧破病，哪有可能随病啊这么严重呢？以后有医生头阿问，啊那话说，咱就真正无法嘞。所以我唔才请大叔来看卖啊，总是有好无歹啦。阿赞赞，安怎？因两个囡仔拢有互人做过法的痕迹，确实啦。我病会好，都是有人做法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一开始破病是因为邪术，你即马健康起来嘛是因为邪术。邪术？啊，唔对，唔是正当的法术咯。那是阴险的换命之术，所以以后啊，另外一个就要倒落去。你的意思是，开阳的好，就是用启阳的命去换的。越人的心肝真恶毒。啊，那呢？阮启阳有救无？花开花谢自有时，有生就有死，这是定律。既然是换命，伊就要替人死了。那个人竟然是将启阳的命换我，一声，我是变作向爸交代。江家大大细细，谁不知阿爸大细心，对启阳是疼入心。就算讲我同款是受害者，毕竟那个毒师是因为我才抓来。
伊要哪知迄个人这么恶毒嘞？是啊，我的破病嘛是伊害，讲来讲去，我嘛是受害者。你受害者？你讲得出嘴？你规丛好好菜伫遮，算什么受害者？爸，我、啊、是你家了完咯。是安怎你小弟来担？是安怎你小弟来担？明明就是你个仔的，是安怎用你小弟性命来换？啊！爸，是你啦，我真正唔知影。你哥卖个拍开油啊啦，卖个搞怕啦。无你代志，你敢知是我个家务？你敢知是现在囡仔？啊！是咱蒋家所为遗忘哦，都是因为你啦，因为你啦，小贪、自私。我这个代志不该这么大卡，凭什么林兄弟都要牺牲伊来成全你？啊！好啦，群众，你看林静卖这么激动好不？爸，爸，是你啦！我唔知代志这么严重，我只不过想要，让咱蒋家的地盘变成较大尔，我真正想袂到迄个人这么乖巧。拼什么地盘？你小弟遐优秀哦，我早就想要收脚洗手啊！你敢知我想要变遐尼拼？我遐尼拼就是想要紧甲咱武吉成立起来，通互伊接班发展。结果伊即摆变甲安尼，我的未来。你听到乌有去啊？谁喏？谁喏？死的不是你？虽然代志变过去几多十年啊，啊不过我常常半暝清醒起来，我拢梦到爸爸。用足尖的目光眼神咧看我，痛苦悲愤咧责备我。伊讲是安怎死的，毋是我，是上优秀的后生柯阳。这世人永远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啦。过去啊，莫再想啦，莫再互遐悲伤的感觉，甲你束缚着。而且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拢无放弃，去追查迄个带面具的迄个人的下落，最后才去查起江中人的身上啊。即马你有我，有阿姨，咱一定会当甲江中人这个人的小鬼仔壳甲拆掉。可以恶毒的真面目伫咧正人的面头前显现，无唔对，何江中人的名声尽扫落地，一无所有，这就是对上铁铁的报复。咱现在不是渐渐已经得到伊的性命吗？所以咱就要有信心，一定会当替群众还过去。讨回一个公道。阿姨讲的无唔对啦，像我即摆江东林，还阁唔知影，咱已经查到伊的身份，咱就独大个人，都亲像鸟啊，迄人一只，戆戆唔知死活的鸟鼠同款。